据媒体报道，日本女星苍井空去年结婚，并得偿所愿怀有双胞胎。苍井空希望5月1日日本令和年号启用首日剖腹生产。她最近提早入院待产，4月30日晚透过日本节目直击婴儿出生过程。为满足粉丝，她在病房连线受访，由普通话及时传译。苍井空也有用中文跟粉丝打招呼，并多谢大家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